Hello， 大家好，我是盛恩。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很多的学校机关都改为线上上课。那我们教吉他、教乐器的，通常也就改变这种方式。今天我要来介绍我要怎么样使用我的所有的硬体设备以及软体设备来线上上课。首先，我相信，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都有一张录音卡，我们也可以接有线的麦克风，但是这样我就需要架麦克风架。那我为了省麻烦，所以我就用我平常上课时候用的这个头戴式的无线麦克风。那乐器的部分就一样接一条导线进到录音卡里面，这样待会我在上课的时候，学生就能够分别听到我这两个音讯，而且不会被其他外在的声音干扰到。接下来第二个，我需要一台平板跟需要一台手机。手机的部分呢是拿来做摄影，平板的部分用来分享我的讲义。那接下来我要示范怎么样让手机变成网络摄影机的功能。首先呢，你要去下载 Irion 这个软体，连结我会附在下面。好，进来之后呢，根据你的平台，你如果你是 Windows， 你就下载这个版本。那我是 Mac， 所以我的电脑端我会下载这个版本。在手机端也要去下载这个软体，然后两边都把它开启。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我的电脑上面出现了我手机所拍到的画面。我们可以用接线的方式把手机接到电脑里面，也可以让手机跟电脑处在同一个 WiFi 环境下，它也可以连线。但是我个人觉得接线的方式比较保险，因为网路有可能随时在上课的过程中不太稳定，导致断线，所以接线比较安全一点。接下来我们进到 Google Meet。 Google Meet 的好处是你不用额外的申请账号，你只需要下载 Google Meet 的 App， 下载到你的手机或者平板里面就可以看。那现在呢，我要开启新的会议，那我现在选择发起即时会议。好，现在你会在电脑上面看到我手机摄影机拍到的画面。接下来你只要复制网址上的最后这一串代码，复制给学生，他们就可以开启 Google Meet 的 App， 然后输入代码。好，我这边示范一次 Google Meet， 使用代码加入会议，贴上刚才复制的代码，按加入就可以了。那因为我这一台 iPad 是作为讲义来分享，所以我就把摄影机关掉，我也不想要让它收到我的声音，所以我的麦克风我也会关掉。接下来我就可以按加入。假设我这一端现在是学生这一端好了，你就会看到老师的画面。好，但是我现在这一台是用来分享我的讲义，所以怎么分享呢？按这个三个点，然后选择分享荧幕画面，接着按开始直播。好，所以它现在就会分享我 iPad 上面的所有画面。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跳到我的软体里面，选择我要教的内容，把它点开来。假设我电脑这个是现在学生看到的画面，学生就会看到老师的画面，以及如果还有一个人加入的话，他的学生的画面会显示在这里，啊，以及这个画面，啊，这个就是讲义的画面。那我这样分享还有一个好处是，我用 Google Pencil， 我在上面做的任何笔记、注记，学生会马上看到。假设老师这一端要分享影片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去做？首先看到电脑端这边分享荧幕画面有三个选项，最好使用的选项是这个分页的选项。这个缺点是我现在电脑这一端分享的话，我的讲义就会不见。好，那选择我要播的音乐的这个分页，然后点选分享音讯，按分享，你可以播音乐以后跳回这个画面。假设我现在 iPad 是学生在看的画面，那这个时候他就会看到我的影片的画面，也会听到声音，甚至他也可以把它放大。好，那音乐如果播完了以后，我要分享回来，选择停止显示，那这时候学生就会看到原本的画面。以上就是我使用我现有的设备以及一些软体，来让我可以很简单的并且很快速的达到线上教学的目的。那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帮助到一些需要线上教学的老师们以及同学们。
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谢谢大家，拜拜。